梦幻开一下陌生人，加我好几天了。怎么开？好，明天我开一下子啊。你要干啥？你要带我打剑会呀？你能带得动不？装备够不够？能不能打个两千三千的？QQ 粉丝群私信我。不能的话，没有牌面，别私信了，行不行？还有1分钟开奖啊！有五个老板参与了我们的抽奖啊，1/5的中奖概率。你带我抓鬼，我一个人都能抓鬼。等会儿我都得跟他干一手。靠！阴了我一波，好烦啊！我觉得还不如不灭呢。这全能石有什么用？我都没法跟他打。这咋不触发呢？信节不防。还有30秒开奖啊！这武器大师是真克着青钢影，我跟你们说。我得赶紧升二啊！感谢温柔都给你，还有10秒钟啊！上当了，给个人头吧，老弟，漂亮，老哥。他指定得传送，我们现在推不合适啊。恭喜击剑老板中奖了。像这种兵线千万不要推啊，推也推不过去。 W 一下一过来 AQ A 接拉起走了。我有饼干没事。人人有自己的位置，忘乎所以就危险。如果生活还没能改变，那你已经失败了。啊！吃饼干，哎。哎呦，这个 W， 哎呀，加攻击距离了。靠，大意了，居然来了一个 W 技能。哎呀，闪现不闪了吧？刚才死都死了，就这么地儿吧。我行，我感觉他打不到我，你知道吧？他那个距离是打不到我的，本来他一个 W， 他 W 怎么后放的呀？这人刚跳上来，他没放 W。
这迅捷步伐，谁能跟我说一下它有什么用？科技与我的关系，这个全能石是真没有用，我感觉不如玩个不灭的。你说这个致命节奏又有什么用？我打着武器大师，我还能上去锤他去？没打着。我说怎么来人了呢？哎，哎呀，没回上来这血。10分30秒，兵线可挺刺啊。饼干没吃吗？哦，饼干没吃，但没用啊，我吃饼干也活不下来。我点的这玩意儿了，我吃饼干也活不了。它不是瞬间回血的，它就是摁一下不回血，等一会儿慢慢回。给我整了个余震，拜拜！我就打一下，溜了，随便开大。这黑焰收割又有什么用？差点让他给我吸死，这黑焰收割就有用了，这回有用了啊！回家了，这个线刚好空回来。短了呀，咋这么短呢？他们雇我来发现问题，然后一举扫除。干啥呀？这啥意思啊？这怎么还在狼头的呢？还有这种东西呢 ？OK， 走了。三项了，这不赶路了吗？这玩意儿呢？世界既不黑也不白，而是一道精致的灰。加速没的，好像没加呀。这个。就说全不全能吧，全能。来，狗熊。耐心不是一
跳他。也就守护者触发不了，要不然给我触发个守护者。好创啊，把夜塔拿了，狗熊挺照顾我的。这武器大师再敢出来装杯，直接杀他。拉起。开大了。太大不至于吧，我这掠食者行不行？掠食者，先查个眼看看有没有人，有人来我们也死不了，因为我跑得太快了。我就这么点血，我都能杀得了他，你们信不信？你们可能不信，但我得让你们信一信。海克斯最后通牒，嗯，闪现拉起送 buff。回家，这是职业水平的展示。来这个吧，那个不太厉害，来这个。应该在那个什么时候看一下啊。应该在我拉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摁九头蛇，我再来一波。哎呦，我太晒了，这太晒了啊，这有点晒了。我来了。挖哪走？追他！哎呦我操！减速！我说这玩意儿呢，跑的有点快呀。这是寒冰射手啊！哎呀，我居然被两个一杠五的给杀了，我有点不服，我有点不服啊！我觉得我被侮辱了。哎呦，我这个大，终极爆弹！
死了吧？这能过去不？哈喽，玩他知道吧，打武器大师就得玩他，不要跟他硬干。当武器大师贴到你的脸了，那你也就死了。死了，兜儿，等一会儿啊，看着没？哎，玩他，拖我们的技能，他又干，不跟他干。好，回头反晕，有点害怕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啊！爱弟弟吧。操盘，又操盘了呗。